thank you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我们网际网络应用这一门课程。今天我们要进入的课的讲次是第九讲是电子邮件的部分。啊，这一次的单元目标主要是讲电子邮件运作的一些基本的原理啊，以及电子邮件的操作的方式。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电子邮件呢，它是一种呢透过网络传输的一种邮件啊，跟传统的。 用实体邮件来比较呢，电子邮件呢、啊，它具有速度特别快、成本低，而且可以随处阅览的这样的一个优点。好，那我们先来看呢，在电子邮件的发展的部分呢，啊，一九七一年呢，Raymond Samuel 啊，Tollison 他所开发了一套啊，可以在 ARPANET 网络上传送的讯息的软体，啊，称之为 Send Send Message。这 ARPANET 是最早的一个网。 啊，在在学术用的一个啊网络啊，它这上面呢，也同样是在上面呢啊，希望能够做讯息的传递，所以那时候叫 send a message，把简单的讯息传输。那在邮件的部分呢，它的邮件地址，它第一次使用的 at 这个符号，就小老鼠的符号，就是我们现在常用到的，它用来区分收件人的账号以及邮件的主机的一个一个一个符号。 它使不同的使用者可以在网络上进行讯息的一个传送，于是开启了这个电子邮件的应用的先驱啊。啊，这是最早的一个电子邮件的应用。啊 Internet 上的电子邮件呢？自从呢啊 Internet 兴起之后啊,啊，那啊这个1988年，美国 Illinois 大学这个 Steven Donner 他开发了电子邮件的客户端的软体啊，当时称为 Eudora 啊，当时是蛮盛行的 Eudora 这个软体。 它是第一个有图形界面的电子邮件管理程式，它从一个文字化的一个啊电子邮件，已经进到一个图形化，大家使用起来就比较简便了啊，所以这一就慢慢就变成风行了。呃，就尤其在 Internet 啊这个在上面呢、啊，就普及的话就更快了啊，传输的非常快。那后来又慢慢的发展许多的电子邮件啊的工具，比如说知名的电子邮件软体有哪些呢？像 Lotus Notes。 啊，Microsoft 的 Exchange，啊，还有我的微软上面 Outlook 或者 Outlook S p r e s s 或者 Gmail 的提供的啊，Yahoo Yahoo 的啊，Yahoo Mail 或者 Hotmail 等等的啊，这些都是啊后后来越来越盛行的很多种的电子邮件。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呢、啊，在传输电子邮件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啊、呃、一个伺服器叫做邮件伺服器，它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就像邮局所扮演的角色一样。 啊，那网络用户呢，必须先向啊这个管理啊邮件伺服器的啊公司来申请电子信箱，之后用户才可以用这个电子信箱来收发信件。所以你要使用电子邮件，必须先申请电子邮件信箱，叫相关的业者来来申请。相关业者，因为它提供了邮件伺服器这样的功能，啊，它里面有很多信箱可以使用，所以你必须要跟他申请。 那邮件伺服器呢？那市面上有许多免费的电子邮件信箱可以申请，比如说 Google、Yahoo、Microsoft 这些，我们都可以进入他们的网站，然后跟他们申请免费的电子邮件信箱。而且现在电子邮件信箱它给我们的 quota 就是它的容量越来越大了啊，都已经几好好有好多 Giga 了，所以这样呢就非常的充分。那邮件伺服器呢是什么东西呢？啊，它。 说除了刚才讲的扮演这个邮差邮局的一个角色之外呢，我们一看了邮件伺服器，它是一台主机啊，里面存放着许多用户的电子信箱 （mail box） 啊，一台伺服器里面就存放非常多的信箱，可以让人家来申请。每一个电子信箱它是专属于特定的用户的啊，它不会闹双包啊，就像邮局里面有很多的啊这个信箱一样啊，可以让我们去申请啊，那。 啊，它这边也是一样，是一个电子信箱。伺服器的用途啊，在于提供啊信件交换的服务啊，信件交换服务啊。那底下有一张图啊，我们看这一张图会比较清楚。这一张图当中呢，你把它当做是邮件伺服器啊，里面呢有很多的邮件信箱。那邮件伺服器呢，有一个网址啊，有一个名称啊，这个名称 yahoo.com 啊，就是邮件伺服器的名称，也可以说是它这一台主机的一个。 啊，网络地址，啊，底下呢，我们看到有 James、John、Cindy、Mary 这些电子邮件信箱了、啊、哈。那、啊、如果完整的信箱位置应该是写，比如说 Mary，啊，小老鼠 Yahoo.com。Yahoo. Com, 所以小老鼠的右边我们可以看到是邮件主机的位置，左边是啊这个啊一个个人的一个账号，所以整个串起来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啊一个位置。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呢，邮件收发的动作。邮件伺服器帮助我们呐、啊，可以做邮件的呃管理啊，但是我们需要另外一个工具啊，它帮我们做收发的工具。那我们先看邮件收发，信件交换啊的运作可以分成寄信以及收信两个程序。那寄信呢，就是将信件由寄件人的电脑传送到收件人的电子信箱。 那收信呢，就是将信件由收件人的电子信箱传送到收件人的电脑。好，那我们先用一个范例来说明了、啊、哈。假设啊、呃，寄信人呢 d a v i 他在信上写好了收信人 Mary 的电子邮件位置，以及写好的信件的内容之后呢，他执行寄信的功能。然后呢，这个信件会经过一些路径与程序之后呢。 啊，便会传送到收件人所属的电子邮件信箱，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寄信的程序。以下我们用一个图示来说明啊，刚才的动作。首先呢，我们看到左边是一个啊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啊伺服器，里面有收件人的信箱。然后右上角一个是一个寄件人啊，寄件人是一个 David，然后他就把啊信件写完了，然后呢啊他的位置又邮件地址写的收件人 Mary。 啊，at yahoo.com，这是是他他的这个收件人 Mary 的电子邮件信箱。然后他，然后按传送，一按传送之后，这一封信呢，就把它送到哪里呢？送到收件人 Mary 的啊电子邮件信箱。这是一个送信的一个程序。好，那接下来我们看收信的一个范例。收信的范例就是将呢，收信件由收件人的电子信箱传送到收件人的电脑。 啊，比如说当 Mary 呢，她想要收信的时候呢，她会执行一个电子软体，叫这收信的功能。然后这个信件就会从她的电子邮件信箱取出来，然后经过一些路径程序之后呢，啊，最后呢就会啊传到 Mary 的这个电脑里面，这样就完成它这个电子啊邮件收信的一个程序。底下我们来看一个图示了，啊，这个图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右下角的是一个 Mary。 啊，Mary 呢？她啊，她要收她的信件，所以呢，她透过软体连接到她自己的邮件伺服器的一个邮件信箱。一连接的时候呢，啊，她按了一个收信的一个程序，这一封信就从 Mary 的那个邮件信箱就传到她的电脑里面去。所以她传到她电脑，哎、欸，她就收到这一封信了啊，就可以打开这一封信来观看。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一个电子邮件啊位置的命名的规则。 在传统邮件里面，我们寄信的时候需要写收件人的地址以及他的姓名。同样的，你寄 email 的时候也是需要啊写他的啊这写他的一个啊电子邮件啊的位置。那它的格式是这样啊是写使用者名称，然后 at，然后呢电子邮件伺服器的网址。好，那这边啊我们可以接下来可以看到呢使用者名称跟电子邮件的伺服器当中呢中间是用 at 来隔开来的。 啊，比如说以 Mary 刚才的范例来讲，Mary 啊，接下来 at 啊，啊，它的右边就是 yahoo.com，就是它的一个邮件伺服器的位置。啊，每一个使用者呢所拥有的电子邮件位置必须是唯一的啊，确保呢全世界只有他一个啊，不会、呃、送错地方。啊，那以上是关于简单的一个收发信件的说明。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吕老师为我们做他的运作模式的说明。谢谢。 我们谢谢廖老师对电邮件的说明，说明的很详细。at 之前呢是我们的使用者的名称，at 之后呢是邮件伺服器的名称。好，接着我们对电子邮件的运作，我们再来做详细的说明。好，首先呢，我们针对电子邮件的一个操作，电子邮件运作的有两种模式，第一种用户端为基础之运作模式，简称 c l i e mail，也就是 c l i e base mail。 第二个邮件伺服器端为基础的是运作模式，简称 Webmail，就是 Open Webmail 这两种方式。先介绍 Webmail 的运作方式，信件主要保存于用户端电脑，解信件之收发处理呢，也都在用户端电脑来执行。所以用户端电脑必须安装电脑邮件软体，比如说 u d o r a Outlook Express、Microsoft Outlook 等。 才能进行我们邮件的一个传输。那用户呢，必须去伺服器端下载信件至用户端。一旦下载之后呢，伺服器端就把你信信箱哈清除掉，不再保存这个信件了。好，我们先来看右边的这个 user 用户端，必须安装我们电子邮件的软体。好，那必须他有信嘛哈，他可以每天收信一下，然后就在我们的邮件伺服器里面。 下载这个档案，那等他他下载了之后，好就清空已经下载的邮件，他不帮你保保管。好，这时候呢，用户端就开始阅读，同时他邮件是储存在用户端的。好，在这里，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所有的信件保存及收发管理都在邮件服务器端进行，这是 Winmail。好，用户端呢无需安装任何电子邮件软体，跟刚刚是不一样的哦。 只要使用我们的 browser 浏览器，既可以进行信件的阅读跟收发的一个作业。像这种提供这样的服务的 o m a i l 的有 Gmail、雅虎 mail、哈 mail, mail 等等。好啊，我们现在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user 他收信了，邮件事务器就把这个信件呢，好用浏览器的方式来阅读。好，那这个邮件事务器它保留这个信件，用户端不用保留。所以 email 有哪些的优点呢？第一个，用户端。 不需安装任何的电子邮件软体，使用者无需在电脑安装电子邮件软体，透过我们的浏览器即可收发信件了。第二个，用户端的电脑不易中毒，因为用户的所有的信件都储存在远端邮件事务记上，阅读信件呢，不需将该信件下载储存在用户端的电脑，故呢，邮件病毒不会感染使用者的电脑。好。 第三个优点，邮件及通讯录呢之可信性极高，就可带着走哈。所以使用者之所有的信件皆储存于远端邮件伺服务器上，因此使用者无论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只要在有网际网络连线的地方，透过我们的浏览器即可收发，并且管理自己信箱之信件及通讯录。因此，对电子邮件用户而言，这些信件跟通讯录好像随身携带是一样的。 好，接下来它的缺点，第一个缺点无法离线阅读我们的信件，我们是 offline 没有办法好离线的。一旦呢我们的网络断线了，用户并无法阅读这样的一个信件。第二点，邮件安全及保密性呢遭到质疑，提供 Webmail 服务的公司可能因为邮件伺服器管理不当而造成用户信件潜毁，或者机密信件内容外泄了。 好，接下来我们针对电子邮件的传输的两种协定来做一个说明。第一个是 SMTP 简易传简易邮件传输的协定，第二种是 POP3 邮件协定第三版。好，我们先来看送件的协定 SMTP，主要是规范发送信件过程所需要使用的传输的规则。送信程序中所使用的通信协定都是 SMTP。 负责发信是邮件伺服器，又称为 SMTP 的一个伺服器。好，这是我们的 user，他要发信啊，透过 SMTP 发信到哪里呢？发信的邮件伺服器，好，就可以传送到我们收信邮件伺服器。所以发信的协定是 SMTP 的一个协定，所以送信程序中都是使用 SMTP 通信协定的。 好，那 POP3 呢，就是我们的收信的协定，主要是规范收取信件过程中所需使用的一个传输的协定。收信程序使用的通信协定就叫 POP3。负责收信之邮件伺服器又称为 POP3 伺服器。好，我们再看这个 Cindy 跟 David 他们这两个我们的收信端。 好，他们要透过 POP3 来收信，两个都是要透过 POP3，所以呢，收信的过程序中都使用 POP3 的一个通信的一个协定。好，再来我们要介绍电子邮件的运作过程，以 Clmail 运作的一个模式范例来做说明。当 Tina 编写完一封电子邮件之后，想要把这封信分别传给 David 跟 Cindy 两个人。好，它的一个处理的过程是这样子的。 Tina 开启了用户端电子邮件软体，编写完邮件之主旨跟本文的内容，输入收信人 David 跟 Cindy 的邮件这个地址，然后按传送。好啊，这个就是我们的 Tina，她写的收信人分别是 David 跟 Cindy。好，寄信人是 Tina，好，主旨是 Christmas 哈，然后内容好，那我们完了之后呢，他就要发信了嘛。好，好，这时候呢，用户端。 好，用户端电子邮件采用 SMTP 的通信协定，把这个信件传送到我们花信邮件伺服器。那花信邮件伺服器辨认出收信人的地址，再用 SMTP 通信协定将该信呢转给啊刚刚两位的收信人所属的收信邮件信箱。因为一个是发信的是 Gmail，收信的是 Yahoo Mail。好。 收信邮件伺服器呢，就把该信件储存在收信人之电子邮件信箱里面，等待收件人啊收信人去领取。好，我们看一下刚刚呢这个 Tina，因为她写了一封邀请的，她透过 SMTP 这个通信协定啊，她传送信件到发信邮件伺服器。好，那发信邮件伺服器呢，就透一样透过 SMTP 把这个信传送到收件邮件伺服器了。 好，所以收件邮件伺服务器把该信件储存至电子哦，两个人分别是 David 跟 Cindy 的电子信箱里面。好，接着我们再说明，Cindy 呢开启了用户端电子邮件软体之后，执行收信的功能了。用户端电子邮件线采用 p u p 3啊这个通信协定，向收信人所指定的收信邮件伺服务器要求收取信件，于是收信邮件伺服务器就把这个信件呢。 传送给收件人，好，就像这样的一样，收件伺服器透过 POP3 的通信协定好傳，好，传给谁？传给我们的 Cindy，所以 Cindy 开启邮件伺服器就按收信了，他就收到这个信件了。采用的是 POP3 的，好，那收件伺服器呢？啊，邮件伺服器采用 POP3 呢，来传送我们的信件，好，那这个就是分别传送给 David 跟 Cindy 的，好，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个单元，我们请廖老师为我们讲电子邮件的操作。好，当我们认识电子邮件的收发的动作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正式进入一些操作的一些程序啊。首先，我们呢、啊、第一个要动作来申请邮件的账号，我们才有办法来继续啊来进行其他的操作。 啊，这个使用电子邮件之前呢、啊，我们先申请一个账号。我们可以向这个服务大厂里面申请大容量的信箱。这一类的信箱大部分都支支持这个 Webmail，且都支援啊，热色性过滤以及啊，这个病毒的防止的一些功能啊，都非常的不错。那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申请单位，比如说 Google 啊，Google 的话，你就可以进入。 啊，HTTP 冒号双斜线 mail. dot google. dot com 这就去申进去申请，或者 Yahoo 的也是一样啊，mail. dot Yahoo. dot com 也进去，或者 PC Home 所提供的啊，或者是 MSN 啊的所提供的它的 mail 啊，这样都可以进入它的网址里面，我们提出申请。比如说我们用 Gmail 的当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范例说明，比如说我们进入 Gmail 的网址哈。啊 那我们第一个进入它的网站，然后建立账户啊这个界面啊。那接下来呢，哦，我们第二个就是使用者输入我们的账号以及密码以及相关的个人资讯了、啊。啊，我们就把这些资料一个一个填进去。啊，填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些注册的动作。啊，必须要等到通过之后啊，啊，才拥有一个专属的免费的信箱。啊，这是申请的过程。好。 那申请完了之后呢？有了电子邮件信箱，我们还需要做初步的设定、初始的设定。第一次使用电子邮件，我们需加以设定用户的基本的通讯资料。那设定项目包含哪些呢？比如说显示的名称啊，比如说我这个啊、呃、对外显示的名称啊，让人家知道我是谁啊。第二个就是电子邮件的地址，我的电子邮件地址。 啊，那第三个就是内送邮件伺服器，我要用哪一台的邮件伺服器来当做接收的接收信件的伺服器？然后呢，第下一个就是外寄的邮件伺服器，我要用哪一台啊？这个主机来帮我送信啊，所以又称为发信邮件伺服器啊。那还有账户名称等等，这些我们都需要做设定的。首先，我们以 Microsoft 的 Outlook 啊,啊，收取 Gmail 信件来。 啊，当做范例来说明这些程序。第一个，我们按功能表的档案呢，选取账户设定之后呢，我们就显示啊这个账户设定的对话方块的视窗。在对话视窗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呢哈啊这个视窗当中呢啊那我们啊这个在进入啊电，这个账户的设定这里面啊那我们底下有一个啊账户的对对话视窗。 啊，在电子邮件的标签当中呢，按新增显示新增账户的对话方块，那选取呢电子邮件账户，按下一步，在对话方块当中选取呢手动的设定啊的，然后或其他伺服器的类型，然后按下一步，然后显示呢这个服务啊选择服务的对话方块，在这个选择服务的对话方块，我们选取这个网际网络电子邮件。 啊，显示呢网际网络邮件的设定对话方块。好，那底下呢这个图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呢哈，在这里面呢啊，这有一个新增啊新增的功能，我们点选新增的功能进去呢，底下有个选择这个服务的方式、啊，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啊这个电子邮件啊电子邮件啊的这个账户啊电子邮件账户，点选进入按下一步。 好，接下来我们在啊有一个要选的是选这个手动设定伺服器啊，设定及其他伺服器类型。然后进入之后呢，我们再按下一步啊，下一步呢，然后显示呢选择服务的对话方块，我们就选选取这网际网络电子邮件。好、啊，然后显示网际网络电子邮件设定。OK，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电子邮件的初始设定当中呢。 啊，显示网际网路邮件设定的对话方块，分别输入用户的基本资料的啊的操作。好，那我们看一下底下这个图形呢，我们可以看到电子邮件的初始设定，我们要输入的东西呢，有包含使用者的啊一个账户的资讯啊，我们的名称以及电子邮件的地址。伺服器的资讯包含了我们收件的伺服器啊，就是内送邮件伺服器，我们叫 POP3。 啊，或者外寄邮件伺服器的设定啊，是 M T S M T P。假设我们是 Google 啊，Google 申请的，所以它收件的就是 P A P dot G M A I L dot C O M。如果送件的是 S M T P dot G M A I L dot C O M。然后呢，这些输完了使用者名称以及密码也跟着设定啊。设定完了之后呢，我们按其他的设定啊。那这个呢，我们啊设定完了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 在外寄邮件伺服器设定的标签当中呢，我们还要核取啊我的外寄邮件伺服器 s n t p 来让它去验证啊，选取使用与内送邮件伺服器相同的设定，通常是我们会这样做啊，让外寄的跟。 啊，内送的啊，两个邮件伺服器视为相同的邮件伺服器，在这个底下的设定图示当中呢，在外寄邮件伺服器的标签底下呢，我们进入啊，我们说我的外寄邮件伺服器需要验证，让它帮你去验证，而且我们选取呢，我们外寄伺服器呢跟内送的啊，内件内收的完全是一样的伺服器，我们把它选取起来。好，下一个设定当中，我们看一下，我们做的是一个收信的伺服器啊，内件。 在标签进阶标签当中呢，设定伺服器连接啊啊连接铺的号码。譬如说内送的邮件伺服器 p o p stream 我们输入的 port 是九九五 port。然后呢，这个啊此邮件伺服器需要加密连线的地方，我们勾一下，让它做加密连线。那外寄的啊这个邮件伺服器 s n t p 的 port，我们输入五八七啊，那也是一样，使用下列加密加密的连线类型。 啊，这个按按一下啊，TLS 的类型，然后按确定钮。底下这个对话方块，我们可以看到啊，怎么设定的？比如说在进阶底下呢，啊，进阶标签底下，我们就输入内送邮件伺服器里面 POP3 呢，它的 port 我们输入九九五，啊，然后我们呢，同样底下那个打一下勾，此伺服器需要加密连线，让它做一些加密，这样呢，信件比较安全。外寄邮件伺服器 s N t p 的 port 我们输入五八七，这是一般的设定。 然后呢，加密连线的部分，我们选择 TLS 的加密的方式。这设定完了，我们就按确定。好，好，这些都做完了，我们接下来测试一下。啊，回到测试账号设定对话方块当中，按下一步钮，会自动测试账号。测试账号设定成功之后呢，按关闭钮就可以完成这个设定。底下对话方块，我们来试试看。啊，底下对话方块当中呢，同样的，我们在这个 啊，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相关的资料都弄完了之后呢，按下一步。啊，这下一步当中呢，我们在做一些测试的部分，它帮我们测试测试的状态的部分，它会显示，比如说登录到内送邮件伺服器呃已完成啊打勾，然后传送测试电子邮件信息也已完成了，所以这是帮助我们测试我们所选择邮件伺服器是不是正常运作。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这些设定完成之后呢？ 在我们的账户设定对话方块的视窗当中啊，我们就点选其中一个新增的账号，再按变更钮，就可以检查这个账号的内容啊，包含变更的邮件账户的名称、邮件的地址、账户的名称、啊、收信以及发信的邮件伺服器的网址等等的。好，那我们进去来看一下这个操作。首先，我们来看按变更钮，按了变更钮之后呢，我们在这个账户里面，我们点选这个账户。 点选这个账户之后呢，就出现了相关的内容。我们刚才输入的邮件的地址相关的资讯呢，我们再 check 一下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好，那以这個部分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再请李老师为我们做 Q and A 的解释。好，我们谢谢廖老师的讲解之后呢，老师把这一个讲次的一个重点，使用 Q and A 的方式来引导各位。那也就是我们在三周刊里面部分上的习题来做解答。好，首先先看第一个题目。 啊，Webmail 有何优点？以 c l i e m a i l 来比较一下。第一个优点，用户端不需安装电子邮件软体。第二个是邮件以通讯录之，可信性极高。第三个，用户端电脑不易中毒。第二个是缺点的部分。哈，Webmail 有何缺点呢？以 c l i e m a i l 比较，第一个答案是无法离线阅读信件。第二个是邮件安全及保密性的遭到质疑。第三个，不易使用多重。 账户来收发的信件，好，接下来就是什么叫 SMTP 伺服器？有什么用途呢？它是一个送信程序中所使用之通信协定皆为 SMTP，因此负责发信之邮件的伺服器又被称为 SMTP 的一个伺服器。 何谓 POP 三伺服器有何用途呢？收信程序中所使用之通信协定皆为 POP 3因此负责收信之邮件伺服器又被称为 POP 3的一个伺服器。好，初次使用电子邮件要进行哪些设定呢？好，设定的项目有包含用户之显示的名称，显示在外面的名称，电子邮件的地址，内送邮件伺服器的。 网址跟外寄邮件服务器的网址，还有呢，你的账户名称。好，那是下一个讲次呢，我们继续要探讨了电子邮件 Part Two。好，我们讲授的内容有电子邮件的功能跟我们电子邮件的一个操作。好的，那这个讲次呢，我们针对于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电子邮件 Part 啊、哦，那第一个 Part One 的部分，那我们讲解说什么叫电子邮件。好，我们如何去申请？ 跟哪些呢？i s p 业者来做申请，申请之后呢，怎么样去收发信件？好，都有详细的介绍，同学一定要上机实际去演练。好，这个讲次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下次我们再会。